시와 奥运会之前试打了 N80 之后，我觉得这拍子的弹性是不错的，特别是给我在后场进攻的时候，能感觉发球的那个很集中，然后持球失得很准，然后在防守上也有一定的提高，整体感觉这支拍子的中控的感觉也是比较有弹性的，所以希望喜欢打的朋友就可以去试打一下。这款是贴地飞行新出的颜色，一款是绿色，一款是红色，大家喜欢哪一款呢？如果都喜欢的话，也可以配成鸳鸯款哦。我的脚上也是这款鞋，这款鞋我觉得可以让你在场上灵活的跑动，更可以健步如飞哦。我打的是 N503 代，觉得打这儿拍吧，它的软硬度适中，然后在整个前半场控球的时候还是比较能贴住球，然后在中后场的时候，你的发力啊，它也不会就像一般很轻的，就是打前场的拍一样，还是在发力上面是有帮助的。进攻型的选手，因为我觉得我在后场进攻的话特别需要空中爆发这一项，如果你们可能从慢动作的话来看的话，它在空中击球的弯曲度会非常的大，幅度特别大，所以我觉得这款拍子会给我增加更多的爆发力，你们得不断的在改进嘛，我觉得也针对我，特别是针对我这种后场进攻的选手也不断的在创新，我觉得也非常适合我。N903代，因为我主攻后场，所以用这把球拍比较顺手。这球拍有点重量，感觉头稍微偏重，然后进攻杀球的时候会能吃住力，感觉能包得住球。我觉得还是第一要，还是根据自己的喜好，然后可能偏进攻打法的人可以选择N903代。的衣服，然后有两个颜色，黄色跟绿色，然后看你们大家喜欢哪个颜色。然后这次的衣服我觉得做得挺好，然后整个比较修身，而包括它吸汗的功能也比较好，然后打球的时候穿着打球很舒服，希望你们用。